小矮人足球赛，这关就是限时五分钟，每一队派出三人下场。那我们大家都用这个绑住双脚，那只能用绑住的双脚来传球哦。踢进一球是100分。好，我们首先呢，这个宝石猎人队派出的是小赖、孙生、李毅，然后棒棒糖队派出的是阿本、敖犬跟小鹿。目前我们宝石猎人只落后100分。哦，这么激烈。所以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，一定要赢，一定要赢。好的，那一开始守住宝石，这个球在中间，待会就是开球，你们就是时间开始之后呢，好，就是往前冲的。我们有策略，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听一下我们杨教练的策略，对对对，给我们一些指示。基本上我们打二一战术，二一吗？那二一的时候，两个在前面守，然后一个两个在前面守，然后一个在门前，那他们有些。往左的时候，我们就偏左防；往右就偏右防。好，教练，好，我们季教练，我们的战术是什么？我们战术就是两个在前面。不一样，差没有抄袭的吧？而且季普星他脱鞋之后一直在垫脚，你有这样看游戏啊？从来没有这样子在节目上，太赤裸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也垫太多了，还是垫啊？你的地心力往上了。好了，两队都准备好这个就定位置了，准备好了，可以计时五分钟开始。吹哨了，如果我这样子死球五秒的话，我们就是猜拳，好不好？好，决定球权谁发，六个一起猜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六不完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球啊，谁在谁的脚上？二一二一哦，打二一哦，好打二一，二一有一个在后面，有一个在后面。比赛继续，开始，我攻左，我攻右，欢迎阻挡，我攻左，欢迎阻挡，快阻挡，快挡，快挡，门挡哎，守门小心哦，守门小心哦。不会，这我技术犯规，技术犯规，技术犯规。双方就定位置，比赛继续。看书知道，战术知道。来来来，可以。你睡，到了最后一个。你睡，到了最后一个。守门员要守门员，要守门员。好，那就换我们的球了。好，我来攻，来攻。球权再给你了，我守，你当阿本。你这样，你这样背对镜头，你要转过去。对，这样比较漂亮哈。还是转过来。不好看，不好看，没有正面背面一样。这样比较好走哎。你这样没有镜头啊？朱志清啊，朱志清，你顺为主。他会玩游戏，不要镜头嘞。OK， 很好。好，双方就定位置，比赛继续开始。抄抄抄抄抄，包包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包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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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再进，加速加速，这里这里，在小鹿脚上，小鹿小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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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后，我们出界出界出界，我们这边的球，这边的球，好，等我 Q 哦，准备好吗？游戏继续，樱木花道，樱木花道，先犯规，樱木花道，樱木花道。他先用手，先手，先用手，先用手。没有，这边小鹿，小鹿，你们是技术用手，技术犯规，技术，一人一次，抱歉，不知道规则，不知道规则，得分不算，对，不算，抱歉，抱歉，是吗？来，双方就定好位置，比赛继续开始。你好大只哦，对，哦，没关系，加油，哎，他们阻挡了，不要，放开！死球了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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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，我们加十，一样选猜裁判身上。李毅，我只要截肢了。你们互猜，你们猜。胡裁判先上了，他腿力很强。来各派来猜一下，你们互猜，你们猜啊。好，好，选个李毅。你们两猜，你们两猜。猜啊！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棒棒好热的球。哎、欸，你们要守好。比赛继续开始。后门。哎、欸、，breaking， 他用 breaking。好厉害！大哥不用小心。李毅，小心！李毅又来了。李毅，快！李毅，往右。李毅好强啊！没有调向麦克风可以吗？可以。在你那里。你是瓦腰啊！等到麦克风真的可能会压到。好，麦克风先抢。他好惨哦，猫背。等我 Q 哦，比赛继续。凯撒，你看小鹿啊。阿笨，来，接，没事，来，没事，来，抢阿笨，这样会死球了，你这样。直接射！往后，小心！直接射！守门员啊！直接！我直接射！哎呀！假设！射！直接！抓紧！往后，用力！可以！用力！夹头了！用力！比赛有一分钟，真的胜负欲上来了。你们两个猜，不想输哎。单身獒犬猜拳，决定球权在哪边？剪刀石头布。布。啊！我们猜的真是。所以棒棒糖队没有要换小鹿下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玩。我要换小，你要玩吗？换下了，换下了，换下了。可以可以。我要换小玉。好，换。其实我们，你是我们，其实是我们两个。对，我们两个。好的，我们的獒犬选手已经换成小玉选手了，现在球在小玉选手的脚上，准备了。加油，爸爸！游戏继续开始。守好。射，可以攻。射，可以攻。射，可以攻。什么意思？你是挡刀队的位置，开场上射，因为我今天零九上升，好呀，小玉秒射哎，好猛啊！真的结束是不是？还有是不是？还有是不是？还有一分钟，我觉得开场直接射了，可以。双方就定位置，比赛继续开始。哇，分身眼睛有火哎，分身在抿嘴，抿嘴，大抿嘴，出力了，简单出力了，出界，来，对方直接派一个来这个界外这边，界外，比赛继续开始，你就用力射，我们接，呀，好，出界，碰到谁？刚碰到谁？最后，我碰到，那我们这边那边射，差点顶进去是不是？来，射过来，来，加油，比赛继续开始。捡到一脚直接进去，哇，好猛啊！
哦，就比世界杯还好。拼哎，小赖我们输了，你们好拼哦，准备啊，要射一球吗？那边不是，哦对哦，你干嘛？他们想要射一球，给要给射。等一下啊，射啊，可以啊，射啊，不要，我们要认真的，好，认真的，一对一。一对一，小玉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正面对决，一对一，一对一，一对一，我们旁边，旁边的休息，你把它放进去，只能在这里射啊。特殊赛制，我脚打开这边等你了。好，尊严之战，你可以速跑啊，不动。一对一，小赖对小玉，不动。哎，我要管。这有什么好速跑？根本就没差。射门之战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可以有，可以有。你不能这样啦！可以啊！你准备好，看头还是脚？哇！哇！哇！哎，好厉害！你好厉害啊！射王！你的脚在哪里？你的脚怎么回事？没虚耶！他没虚，球都转了。你今天是不是得了？哎，我觉得两个 MVP， 对 MVP， 我已经这样，他还来不及，然后就转完掉，不行，来大输特输，好，就算是一对一，比赛结束，就算是一对一还是输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比赛是直接被直落四分，棒棒糖获得四球，所以是400分。好，那今天的总分，宝石猎人3900分，棒棒糖的4400分，恭喜棒棒糖获胜！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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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